这是一场昆仑决64公斤级的超级战。放。哎，拳法不错，很灵活啊。嗯，对，潘龙城的拳法。哦呦，漂亮！我们看着潘龙城是瘦啊，但是身上这种硬劲儿啊，半退着打，就把距离拉得更远了。对。哦呦，漂亮！哎，刚刚有一拳有一定效果啊，嗯，拿头硬顶，直接我就拿右手就进去了。哎，漂亮，后手有击打到。哎，漂亮，前手。啊，有效果。这两拳是确确实实有点效果了。是。这种发生前手的直线刺拳会，可能潘龙城的变化不会太大。嗯，漂亮。哎，这一拳是打中了。哎呦，漂亮！哎呦，这一拳居然没有打晃，这拳比较实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们看一下，你看这拳也很实在啊！嗯、对，压手臂。就是这确实是头部抗击打能力强。嗯，对。比赛结果，红方胜 ，Red Corner。